去就跟大家的刚刚前面几位女生朋友来，你们拥有这个身体，常常因为这个身体，从一开始你可能因为这样被喜欢，你可能因为这样被讨厌、被侵犯、言语上或是心理上各种处境。那在社会上，因为女性的这个角色，无论是在职场上，或是在整个社会之中、家庭的，甚至你跟伴侣的，因为这样，因为这一个身体。有许多冲突和疑问，或是对自己的扣打，或是对社会的战斗。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就是你们要做这个，在这一个以女生的身体出发，以女人的身体出发，面对自己、女人自身跟面对社会的各种，他们做也做了，他们是真正的实践者跟战斗者。那今天他们要介绍其中一种战斗方式，用戏剧来的方式。那这个，我。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有，我离大学有一段时日，也看阴道组吧，所以我刚也问那个多多老说，你待会他会介绍一下台湾版的女性身体的故事是怎么样演绎出来的，然后有什么特殊之处，在这一个我们共同生活的台湾的这个处境，在这个情境之下会面对什么样的课题？那哦，我是品兰，我姓廖，叫品兰，我是一个上班族。就是呢，讲到实际。
有所以没关系，您去您大学还没看的。我以前在高中学，所以是看立新的吗？是看立新那一场。我那是很久，不是六很久了、啊，有一段时间而已，还好还好还好。它是一个，这是一个十年的历史。好、哦，对。所以这中间不管实地 V day 一到五百台湾大故事，它真的就在讲一连串女人的故事。所以我今天是要来拾取女人的生命故事，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各位，这是本人从事 V day 的三千天，就是八年的岁月都耗在这里了哈、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感动，很多的不舍，很多的心疼，这很多很多很多的赞叹，真的。好、哦，这是我的大儿子，我的老大，那他从幼稚园跟着我跑到五百，到现在已经小五了，我的老大。我的老二是在我2012年的时候，我上台演一到五百时候怀他。我那时候说，如果她是女生的话，我们要 V 脸，要跟 V 有关系、哦、可是她是个男生，就想不出来是什么哦。这是我自己的轨迹，也是跟大家分享哈、哦。走了8年的 V day， 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在那天我会说 ，V day 是一种社会运动，阴道独白是一种手段，透过戏剧的方式终止妇女受暴。所以很清楚 ，V day 要做什么。这个社会运动对不对？它的目标干嘛？终止妇女受暴，很清楚。各位，终止妇女受暴，你有方法呀，也可以抗议啊，对不对？可以写书啊，对不对？很多方法。可是为什么选择戏剧的方式？它其实有一个后面一个脉络的哈、哦。我们看这个 V Day， 这是美国总部的 V Day， 它怎么被创立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源头还蛮了不起的耶。大家有听过伊恩斯勒吗？一个很有名的女权斗士叫伊恩斯勒，她是个女记者。她其实很有趣哦，她当年只是要写一个专题，叫更年期的专题，然后开始访问很多女人的故事。哎，就发现哎，这些女人好特别哦，虽然是不同的女性哦，可是有些共通一点，她们的故事好像跟性有关，跟身体有关，可是好像跟受暴有点关系，不见得都是愉悦的，可是也有愉悦的。所以他访谈就发现，哎，这个故事太有趣了，就开始引发他想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开始发他记者精神，访谈了200多位不同的女性，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年龄层，然后把这些故事集结成一个脚本，叫《阴道独白》，里面有10个脚本，比如说有看妇产科经验的，确实有内诊经验。哦、有那个村庄是男生拉丁的那个所谓的战争的时候女性被集体的性侵害的经验，也有很愉快的经验是呻吟经验，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哦、后来呢这个阴道独白就发行了，然后开始为各式各样不同处境的女人发声，这10几年来哦已经开始卖，在全球这么多100多个国家，超过将近50个语言内。好、哦，然后募集这么多的基金，在做反暴力运动，我觉得蛮不错哈、哦。如果你有机会看 V Day 的纪录片，叫做《Until Violence Stops》，就是直到暴力终止，我觉得很好看。好、哦，那如果你们没有，因为他知道跟美国的法律版权之类的，那我们一些也有人来跟我借，他就借我两本对的哈、哦，我觉得很好看，你看了会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说，哎，那这跟你们那些有关系？大家认识女性吗？你觉得我们现在在干嘛？在做什么？关注女性好棒，谢谢你啊！男性也可以哦，现在也可以的哦。对，我们立心在做帮助女性的事情，帮助哪些事情？有人有听过立心吗？哦，谢谢，很大会哦。大会是跟什么关系？近亲。还有什么家暴？对，所以我们在2005年哦，很早期的时候，我们经过的执行长纪慧的女士，叫柳慧根，就决定把阴道独白引到台湾，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要帮，因为 V Day 阴道还是个公演一个戏剧嘛。好，所以我开始演阴道独白哦。哇，有人可以演阴道独白吗？我们好像没有人可以演，我们都不是演员呐、啊，我们怎么演阴道独白，对不对？可是各位，你们知道
十几年前，觉得我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吗？这样的事情站上来讲，我会信心，你觉得有可能吗？我们很想这么做，可是为什么没办法做？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个案没有准备好，复原之路没有到达那个阶段，不能做。第二个，出来很容易怎么样？被认出、被贴标签、二次伤害都很有可能，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出来演，很好哦。那谁来演？我们记者说不行，我们就是要演，不行哈、哦，不要跟我们记者说。我们记者就想演这一部剧，因为它就很重要，你要替你的个案发声呐、发声就很重要，对不对？好，那谁来发声？如果你是这个机构的警长，你觉得谁可以代表他们来发声？你觉得谁来？警长个人，对他有他第一眼也是来演，你看很了不起吧？专场知道没有？你觉得谁可以最贴近我们个案的生命经验？社工，跟他服务的对象很棒，所以我们记者说很好，我们就请社工来演阴道毒贩。结果我们社工怎么样？我吓死了，你知道吗？吓死了，怎么办？可是还是要演哦，好，所以我们开始演阴道毒贩。你知道吗？一演就是十年，这十年发生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社工怎么敢演呐、他连阴道都讲不出来，你知道吗？我刚来的那一年，刚好是不到花东演出，因为我会巡回，会北中南东，第一年北区演，再换中区轮流，每一区轮流演，然后就要找演员啦、这种个案里面，我们是不是每个都踹一蛋，你知道吗？因为第一，个案记录都写不完了，访视都访不完了，还要背台词，那多辛苦。第二，阴道长不出来呀、我们从小到大很少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殖器官。讲阴道可以连喉气不喘的很少，所以没办法讲。听说他们花脸的那一场，知道多可爱吗？他们为了讲阴道毒贩，因为下班之后要练习嘛，处长带着员工把那个门窗都关紧，在里面练阴道毒贩，阴道阴道阴道，因为很害怕别人会投诉，你知道吗？很可爱的一对，可是演到后面非常的精彩。我记得我刚来的那一年，就是去看台东场，看花脸场。然后我知道演的人都是我们同工哦，我非常清楚，因为就被告知了嘛。我刚讲多很多片段啊，春庄啊，有没有内诊啊？因为他喜欢看啊，等等等。演到身影的时候，我真是笑到不行，就是哭跟笑，就是交融在一起。我想，天哪，这个人太厉害了，他一定是我们同工，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可能是外聘的，因为这个身影的角色的桥段特别的难演，真的。于是我就一下场就跟说，处长，这个人是刚刚是我们同工，对不对？你们猜是不是我们同工？你猜是不是？亲爱的，是哎、欸，你知道我是跌破眼镜，真跌破眼镜。我们可以从完全不敢讲阴道，到在那边大喊、呻吟之类的哦，就人的可塑性非常的强哦。那个过程我印象很深刻哦，所以我们社工就很可怜嘛，他们要演阴道毒贩，可是你知道吗？虽然很辛苦，可是每年还是有人愿意演。为什么愿意演？那个参演的过程对他而言也是一个改变。我等会分享哈。然后我们社工有人说啊，他一开始不敢演，不敢讲阴道。可是后来开始，因为我们演阴道的时候不会只有对脚本，我们导演大家认识 Josephine 吗？好，乔瑟芬一直是我们导演，从第一年担任演员到后来变成导演到现在，他是一个戏剧老师。所以他会带领你去探讨你的身体跟这个脚本的关系，产生连结之后，你才可以更靠近脚本在讲什么嘛。我们的社工说，他一开始真的没办法进入那个脚本，可是后来透过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可以理解个案在说什么了。他可以开始这么一点点理解哦，原来为什么个案每次来跟他会谈之后到五点就会说社工对不起，我要回家煮饭了。他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你还会这么做。可通过那个训的过程，他可以开始贴近个案的经验，开始理解他的处境。到后来演到第八年的时候，我开始有个案愿意上台了。那一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不是说我们社工演的不好哦，不是，那个冲击、那个渲染力就是不同，真的很不一样哦。好，各位，这是我们这三个都是我们同工哦。好，你看在舞台上，一个是演春庄。
像真的很厉害哦。好，好，这是我们同工的一个分享的过程。他说他觉得演出压力是很大的挑战，不论在工作、体力，甚至戏上都有很多需要妥协跟去跨越的一个议题，这很特别哦。我觉得我们的戏就有声音告诉你，你要做这件事情，它带来很不一样的意义。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念那个脚本中的每个字、每一句、每个段落，他都觉得是数以万计的女性被戏剧的激烈的堆叠，他有一次都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觉得我是个社工，我除了做个案、做团体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让这个社会、让这个勇气多，让这个社会多一点勇气，让这个环境更加的友善。他觉得参与阴道独白是他说话的第一步，这是我们社工自己说的哦。其实我觉得同工他们很可爱，他们跟我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觉得很不一样的是，社工的训练过程要强调什么？个案工作，对不对？做这些服务，所以他是围观的，看个案会体会。可是我们尝试让他怎么样，看到整个结构性的议题在哪里，所以他可以开始了解说，哦，原来我们个案的问题可能是结构上的问题哦，而这些性别因素又发生什么捆绑的作用，而且很多里面有个责任的母亲的名词哦，他可以开始去理解我们个案在想什么。开始用比较具观、宏观的态度来看整个的处境的脉络，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帮个案发声，他自己收获很多，好、哦，所以他可以理解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女性主义说的什么个人的基政治的。为什么这样讲？哦，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会说，你为什么这么晚回家？对不对？你为什么穿这么短？你是不是有问题啊？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很多性侵害者比例的女性的被害者的比例很高，对不对？为什么啊？很奇怪啊。可是那个什么凶杀案还是什么那个重罪的，是男的比例高的。你会发现那个有性别很大的落差。当你发现一个现象有很大量的悬殊的比例的差异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敏感度。咦，它可能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已哦，可能后面有很多的性别或者结构的问题在里面运作哦。哦，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各位，讲到社工之后，我们演员呢，我们的光长的爱丽丝呢，她是我们的歌。我们刚刚讲过了，前面七年都是我们的同工在演出，每年都要很害怕，哈，怕遇到他们自己。可是你知道吗？演了七年之后，我们自己就说，嗯，我们还要演，对不对？我们就说，嗯，可以不演吗？好，我们当然演啊。可是，可不可以点突破啊？我们的光脚能不能来演？光脚是谁？光脚的爱丽丝是我们一起很用力、很用力扶植出来的团体。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的。他们是一群曾经遭受过性侵害、性暴力、性别创伤或对性别有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团体，一个治疗性团体，到后来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戏剧的团体。好。他们那年哦，他们已经大概成立四五年了。到2018年，阴道独白的第七年，隔年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说，玉林，我觉得问他们可不可以来演呢？我们就说，哎、嗯，好像也差不多可以问问看了哈。演了七年，可以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突破呢？所以我们开始问他们说，请问你们可不可以演今年的阴道独白？各位，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其实后面是有一个很远的一个深很深的定义，是说我们也希望可以走到一个阶段，是跟国外一样，邀请个人出来为自己说话，为自己发声，让民众看见他们。而且其实我们讲充权是什么？它是怎么样？不是给你的权利而已，不是，是希望你可以去争取你的权能。而且它的重点是结果，是过程，过程一个赔礼。而我们觉得你要决定参与阴道独白，要不要演出是一个很重要的充权的过程。各位你知道吗？我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们在团练礼拜二的晚上，我问他们说：“我们今年的阴道独白很希望邀请你们来参与。”不夸张，沉默了，十个团员全部沉默了，不说话。个案自己，
气，可是有遇到新的课题。我刚讲过了，我们导演是谁？就是你，他不只是导演，也是戏剧治疗师。他在挑演谁演哪一个角色，就是段瑞熙，他是说段凯的，因为他们有那个，就是我们导演知道他们的关系，他的课题是什么，所以他会尽量安排那个角色跟他有关系的，借由这个诠释的过程，也可以去探索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导演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他们没有放弃，都没有放弃，都愿意走下去。可是他们愿意走下去的重点，不是做导演而已，是这群光脚爱丽丝的整个团队的那个支持的力量。因为他们确实跟我们分享过说，在这个复原的路上，我常常走一步，退一步。可是为什么不走？因为我的伙伴在后面 hold 着我，所以我可以继续往前走。他们在跟我分享。所以那一天我其实他们就沉默了，但是我就跟他们说，没有关系，不用急着下决定，没关系，你们想好再跟我讲，要演或不演都可以，因为这是你们的步骤，慢慢来没关系。所以后来两个礼拜之后，五个里面有五个，十个里面有五个是愿意演的，演到独白的。所以那是我们第一个崭新的开始，2018年开始有个案上台演出，上半年演到独白哦，下半年。讲自己的故事，那个就是我刚刚讲为什么跟自宫不一样的地方。当你在诠释自己的故事的时候，那个渲染力就是不一样，很不一样哈。那那六场其实跟观众的互动就更加的靠近了哈。我讲几个故事就好了哈。我们有个团友印象很深刻，他就站在舞台上，他说：“关于性侵，我是这样认识的。那一年我3岁。”我站在客厅里面指着他说：“他是坏人，他是坏人，他是坏人。”可是我妈一巴掌下来要我闭嘴，就这样子在台上讲这个故事，很不容易，你知道那个很不容易的过程。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童年就是乱伦的孩子，然后那一年他爸爸过世，他在讲那个跟爸爸关系那个过程。然后有一个是家暴的妇女，一样讲她的故事哈。其实你会觉得说，哎，他们在台上愿意分享的时候，那个台下是可以完全接受到他们的那个所经历的是什么，而且是愿意整个承接上来之后，怎样回馈给他们的哦。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演员在那不能得到回馈的力量。因为我刚讲的那个第一个，他的雅雅，他在台上讲完之后，那一年的 ending， 我们主持人很厉害。他说：“以后我会贴一个那个 memo 纸贴在我那个阴道墙上，可是这一场我邀请你们把这个 memo 纸上 memo 纸贴在你想要跟他说话的演员上面。”那一年在台中的公演，我们的雅雅上贴满了便利贴，然后一拿下来都是祝福，然后鼓励他的话。所以雅跟我们说，他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他觉得他自己被引爆了，是非常有力量的。也因为那一年这样的过程，隔年我们那十个光脚的演员，隔年就全部都下演到独白，我没有逼他们哦，就现在演到独白，所以开始了我们的演到独白是由我们光脚来自己演的，所以我们同工非常开心，终于摆脱了可以演到演到板的那个魔咒了哈。好，这是我们的光脚的爱丽丝哈。那我们来看一小段，是我们那时候剪辑而来的哈，看小段。镜头，当然是能够看到全身的镜头，对吧？还有打上灯光，
撇开阴影，找到绝佳的角度，然后张开你的双腿。记住，有肥油要深呼吸，弯下腰，把身体卷成一团。知道
普罗大众的普罗旅行的共同经验，可是应该有在地的特色吧？于是我们就认真思考这个议题。好，那我们要用，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说台湾的阴道独白，我们要做什么？要罗纳哪些故事进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议题哈。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讲到一个重点。我们要做，因为立新是终止性暴力，创造性别公平的社会，这是我们很重要的 slogan 哦。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台湾版的阴道独白一定要跟这个有关。那各位，怎么性别？台湾很重要的性别三法，希望透过这个脚本，让我们民众认识性别三法。各位有没有听过三个法令？性侵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跟性别平等教育法，各位有听过吗？各位，你知道吗？台湾的性别平等指数是亚洲第一名吗？是第一哦。尽管就啊，姑妈，其实台湾这样没办，还不错啦。虽然我们还有进步空间，可是还不错。法律是个标杆嘛，是各位，法律不是凭空就有的呢，是很多先人的努力，甚至是有人死亡了才催生出来的。我们很希望可以让我们民众通过看这个故事，可以理解台湾的脉络。所以这三个法一定要进来。那也因为这三个法加立新的职业服务经验，我们把它定为三年的主题。我们希望透过三年来发展整个台湾的道路独白。所以第一年是讲性剥削、性侵害、性利用跟性侵害有关的。第二年是扣着家暴法的亲密关系暴力。第三年就是今年，就是要发展性别相关歧视，扣着第五制的性平法。好，所以是这样来的。好，各位，我很好奇，那性侵害、性剥削、性利用要讲什么啊？那我们怎么发展这个脚本？好，我们这一组要教育组，好，我们就很辛苦。因为我们要先定义主题，有哪些主题之后，我们要开始怎么样做文献收集，要把文献资料都整理好哦。然后怎么样开始访谈？访谁啊？访个案、社工、访咨询。啊，基本就资料都整理之后，给我们的编剧，让我们编剧来把它变成脚本。所以是一个很难漫长的过程，我们每年都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第一年做的是性侵害、性剥削、性利用。好，我们是把它放在处境。性侵害跟美军帮八个人，各位为什么要做处境？因为如果你对历史的印象，就是早期的什么华西街慢跑，有没有印象吗？你们太年轻了吼。当年的华西街慢跑拯救处境开始起家的吼。好，各位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八个人的故事，这个是我今年九岁讲的，就是处境的故事，就是碰碰飞走了。这是我们之后的包小的爱丽丝做一人一故事的 playback 的回馈，这是我们当年的代言人陈冠美。各位，你很好奇为什么要做美军八个？照理说应该做慰安妇才对啊，你不觉得好像少了慰安妇对不对？有没有发现？有。为什么不做慰安妇？各位，这是现实的困境哈。我们很想做慰安妇，你知道慰安妇是谁在做的？妇人。所以怎么样，不能踩线了，然后我们好可惜哦，不然我们好想做呀，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一个很珍贵的历史的一个经验。所以后来我发现，哎，有个地址我都被人家忽略了。民国四年的韩战爆发，台湾是一个什么据点？美军输入大量的士兵来台湾攻打什么越南，对不对？所以台湾是一个什么休息的地方，是美军在那边怎么样休息的地方啊？怎么休息？开始有特种行业出来的，所以当时的基隆港跟高雄港就是有这样的特种行业，好，针对美国大兵的，就提供服务的，好，很特别哦。我们为了做这个研究，目前仅存的酒吧是基隆的幸运星酒吧，叫 Lucky Star， 你知道吗？我们还去里面做访谈，跟那个老板做访谈，哎，那是很有趣的过程啊。老板就来说，我跟你讲哦，我们当年就是了解，他们回来走了。哦，我跟你讲啊，我们当年卖肉哦，啊，今晚出去嘛，对不对？啊，是卖肉啊，啊，就得烤肉啊，那就是这烤肉的哦，很可爱，你知道吗？那一串也放在我们的台词里面去了哦。可是他们是用什么心情去做这些事情？他们背后的心声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看到？好，后来我们讲这个故事。好，这个我们觉得遥远。可是各位，厨技的议题，你知道吗？我在做这个访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心疼，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是个村公土，我12岁的少女，背面是个村公土，我还把她屈服了4届。好，那他们怎么会发现的？这个故事讲他们会发现，是因为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被贩卖的少女，你知道是以哪一个族群最多吗？啊，原住民，不是因为原住民的爸妈很狠心，不是，是因为汉人哈。实在是有点牵巧哦。他说：“啊，女孩子可以来做学徒啊，可以来打工啊。”啊，父母就很单纯，就让他们去打工，做学徒，可不晓得把他卖掉。所以他们父母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孩子根本没有人可以教他们出来。所以孩子其实是后来是通过恩课，不然你有看过他的历史？但孩子通过恩课教他写字，然后最后写说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来写：“爸妈，我在华西街，我要。”所以我们这一部剧的最后一幕就是这个孩子站在那个椅子上面就喊着这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一幕是最感人的一幕，就是讲这个幕就拉下来，他那个很震撼的孩子就是想回家。好，这个偷偷飞走了，讲的性侵害，可是我不希望他那么沉嘛。你看我就会觉得很忧郁，你知道吗？我们的剧不要这么沉，要一点阳光正向的面。所以这一部他写的是比较阳光正向，是一个背心的少年，后来透过当妈妈的过程，重新看待这个创伤的历程。我们去访的时候，有个孩子跟我说，有个性侵害的人，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想那个性侵害不少，就是什么，啊，你就是太晚回家，有没有？然后就穿的太多啊，穿太少啊，没有。”他说：“丽姐，我当年是高二，我一早赶着要去搭公车去学校念书。”我才刚刚下楼，要住公寓，你知道吗？大楼公寓。我才刚下楼，很冷，我包着紧紧的，带着围巾，穿着厚外套，没有化妆，还戴眼镜。我才刚打开那个门的时候，就被人顶着一把刀在我后面说：“不要讲话。”你说我们怎么办？我就被带到家去。完了之后，他跟我说：“从一数到100，才能离开。”我乖乖的从衣服到100我才离开，我真的吓坏了。各位，跟我们那个很不一样。还有人是，你知道吗？现在很流行去路跑，对不对？或者去练习跑步，他是带着那什么音乐在跑，在公园跑，在那个河边跑，也没有很晚哦，7、8点而已哦。可是很抱歉，就是这么的 lucky 好吗？是被人抓到草原去啊。不断的揍他啊，他一反抗就揍他啊，可是我被揍晕了，再醒过来再反抗再被打压，所以你知道那个反抗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也很痛苦，你知道吗？可是后来透过这个跟孩子的互动，他开始找到他的力量。好，所以这一天是我们讲正向的概念来看这个故事的哦。好，各位，我让你们看一个地方是插曲，为什么放插曲，你知道吗？现在你很特别，我们要做插曲。可是我发现，哎，好奇怪，为什么我们访了这么多不同的案例之后，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就在性侵害的过程中，什么端倪是最残酷的？你猜，什么过程是最残酷的过程？法律过程，司法流程，真的很痛苦。所以后来我特别做了这一段插曲，就是这个，看这个。如果不能连的话，你帮我看插有那个里面的插曲。大概就是4分钟。我来写3段，有个写插曲。对对对。哎，对对对，我看一下哈。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没关系，可以稍微缓和一下，就是。你曾经跟他告白过？我没有，没有说不。
对呀、啊，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连学生裙都改得好短，生怕人家不知道内裤的颜色。这次事件发生在校园里面，所以让许多的家长都担心了。是啊，现在的父母也不晓得怎么教小孩的，唉，太宠了，太宠了啦！妈，我出门了。好，来到第二年呢，我们从
亲密关系暴露，根本就很沉重，千万不要太沉重。跟你讲一个可爱的笑话，当然是信箱，对不对？有一次我们那个上司很可爱，跟我们分享过信箱，说玉，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去立新做面试的时候，我的督导跟我说，恭喜你录取了。下去就说，欢迎来到地狱。他说，嗯，说是怎样？我要来地狱吗？好，他那真是一个人间地狱。他说，听了好多好多故事，好可怕。那我们第二点做亲密关系暴力是因果家暴法的部分，好，所以我们有做婚姻中的，有做交往中的，好，然后我们还有做一个目睹了的，因为其实孩子目睹暴力也会有一些创伤，所以做这三个脚本，好。就是实例二部曲，各位，我们实例二部曲就是那个右上哈，这个是围墙里的人，讲的就是婚姻中的家暴，这个是最好的朋友，讲的就是约会中的，这个是目睹的，这三个哈很有趣在串场的，他们其实在去年的二部曲是做了很重要的关键的角色，那个很沉重的讲中用一些黑色幽默方法再反讽。所以是相对比较轻快的哈、哦。各位，这个角色其实我非常的很深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光脚的演员，他说他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不跑出去啊？他为什么不走啊？被打得这么惨，为什么不走？因为他是一个还蛮独立的女性，非常经济独立，他说为什么不跑啊？所以一直没办法接受脚本，你知道吗？我们都要在跟他工作，让他去理解那个受害者的感受是什么，为什么离不开？脱离不了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我不能这样讲哦。二部曲里面，我觉得最精彩的是他，因为他把那个受暴者的困境演到，真的是让你觉得天哪！从一个完全不认同这个角色的人，到可以这么的深入，他下很多很多的功夫在里头。好，那我们来看一小段。这个我看前面就好了，看前面的这个就好了。那叫围墙里的人，看他前面，你看他前面那个，他怎么去诠释这个说的那困境的感觉哦。接完婚哦，为什么？
完整家庭的概念框住他了。我的左婚实际上不可能没有爸爸，那框住他了十七年。现在大家体力大概是十年，十年，很可怕哦。啊，你问现在的女性，开始哈，今麦是护党，好，今麦是我们的也是护党的哦，真的，我都骗你，就是护党的。我说不一样的，护党的，这不是进步哦，因为暴力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有教导怎样去沟通，好，这我们看那个过程。Thank you.
亲手杀了陈国勇，趁着他酒醉的时候砍向李兰。先是性侵我母亲，接着是我。那时候我才15岁，我才15岁，又不敢，我根本还是个孩子，怎么就怀了另一个孩子？一刀接着一刀，先是威胁同居，然后结婚。更多的伤痛激进了家庭暴力和翅膀的朋友，从来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听我说。只是为什么非得等到他动手，社会的目光才终于落在他的身上？没有人愿意相信我发生了什么事，而今依旧有数以千计万计的人困在自己的闺蜜中，看不见希望。我在一个小小黑黑的房间里，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伤口，这里没有出口，没有光，因为他们先生斯文有礼，外面的人习惯那种尽量美好的生活，因为他们无法开口求救，于是我的痛苦与黑暗只能锁在这个房间里。哪怕开了口，其他可能只会说亲自领完之后啊，当场就一个父母跟我说，我看了最有感觉的这一段，因为我就是你，对他说是你。我知道那个已经是好几年前的状态，现在应该不会这样子了，好像已经开始改变了哈。好，其实我们去年的目睹那一幕其实还蛮精彩的，因为他在告诉我们大人说，你不要以为你在吵架打架，孩子不在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吗？那个目睹的。跟听到的，你说哪个严重？你以为是目睹的在怪罪，对不对？事实上，听到的更害怕，因为他的想象空间太大了。他说，这是吓坏了。你从他的画画能看得出来，那个不管怎么样，他们家的屋顶上面都是乌云密布在下面。不过那是太阳嘛，他们家就是乌云密布。那小孩子的心思在那个图画里面展现的非常淋漓。所以那一年的。目睹的演出演到最后一幕的时候 ，ending 的时候，是一排小孩站在后面看着观众，你知道那个很恐怖哎。从幼稚园小二、小五、国中、高中五个孩子站在后面看着观众，告诉你们什么？你们的暴力的行为我都看在眼里了，大人。思考一下，停止暴力。哦，那一幕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很惊悚，而且因为我家儿子就站在那个小舞台那块看着他们，他很开心，终于可以有机会可以上去演了。好，所以我演了两年，其实我觉得收获是很多的，是因为观众的回馈跟我们说，哎，我们有看过一刀独白哦，我们有很多粉丝，你知道，我就好感动，因为我们一刀独白从早期被演的是 A 片，你知道吗？你在演什么？演应该不敢讲，是污的。到后来，哎。开始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实地，让我们开心。然后我们回归让我们很真心，他觉得这个真的是台湾的医疗故事，是很靠近我们的经验的哦。好，那第三点，我们其实真的应该更远了。我们要放在性别上方的支持，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是一个性别友善的一个环境的台湾哦。那做什么呢？我们有这些主题哈、青少年怀孕跟生育一体，其实我们就从一个女的一生开始想啊。从她出生之后到终老的时候，这一生因为这个女人的身份，可能面到一些歧视或是一些议题，我们先把它凸显出来。所以，我青少年怀孕跟生育议题，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当你看到一个青少年，
怀孕在这样走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你心里想什么？爸爸。啊？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是谁？小爸爸是谁？对不对？很好，还蛮正常的。有没有其他想法？这个是，哎，怎么这么年轻怀孕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这可能还算正，还算 OK 的哦。我们到底怎么样？怎么不是很乖吗？看起来很乖啊，怎么就叫怀孕了吧？啊，一定是什么？很好，很多的，但负面声就出来了。可是各位，你知道我们这一段叫做末日经验。在各个青少年怀一个青少年来讲，那个非一起怀的这个末日经验。什么叫末日经验？非常可怕到不行，不晓得该怎么去面对它。各位，你们印象前年的那个建中的男孩，因为他没有怀孕，可是他现在很负责任，对不对？他很希望跟对方的父母讲，对不对？可对方怎么样？就是不肯听他说啊，那个压力很大之下，他怎么样？爬到顶楼。各位，只有这个选择而已，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是对方是末日经验。可是我们很希望图片是说，这个对孩子来讲的一个末日经验，我们会透过我们旁人的一点点协助，他们可以走过这个末日经验，重新回到他们轨道上面来。我们突然传递这个讯息，各位，我们欧洲的少女怀孕有一个让我很心疼，知道怎么怀孕的吗？很多是两小无猜，没有错，可以的。有一个故事，我在穿一下的裙子，那个孩子才国中生而已哦。他呢，就每个月都会去福利社买裙子。你看他买裙子哦，越买越大，越买越大。那阿姨就怪怪的，不是说阿姨嘛，阿姨那么坏，阿姨有敏感度哦。这我现在掉哦，然后就跟那个辅导室的老师讲，专家过来说你到底怎么了？因为之下怀孕，把爸妈找来，通常是妈妈来，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妈妈就说哈，那你怀孕你没有男朋友啊？那你怀孕嘞？你给我吧，吼。如果这真是案例哦，在台湾，爸爸，你们都非常的有 sense 哈，不是这个案例，真的是太可怕了。他是在一个放学回家的途中，走在路上，在巷子里面也才四五点而已，刚好就没人，一台山地车经过，打开门把他拉进去，四个人轮爆把他丢出去。在那个短短的30分钟、1小时，他经历了人生最可怕的一段过程。他没有跟任何人讲，因为不想跟人讲。最可怕的是怀孕，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小孩怀孕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要太先入为主。这个故事我听到最心疼的孩子。再来就是我就不说了哈。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就是我们接收这个故事哈，但是其实我们都会很发生，一些不见得，这我觉得这是看，你知道吗？一个新鲜的发生有四个要件，这个可能想象哈，因为人跟很多，可是还是有些巷口是一些叫什么小的巷口，还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因为你们知道吗？一个新鲜的发生有四个要件，一个是有加害者的动机，第二个是动机瓦解他行动的。第三个是什么？没有外在保护因子，够不啦？第四个，他自己没有抵抗能力。这四个条件具足的时候，一个案件就会发生。我听过一个最经典的案例是，后来没有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很精彩哦。他是一个大四的学生，东吴大学的学生，当年的我们听过外双亲之啊，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的那个，他在一个月黑风高嘛，就下大雨的时候，他想回家回宿舍。他就住在那个顶楼加盖的房子，因为比较便宜。然后因为就是下雨，他们就说很早就睡了。半夜突然间觉得怪怪的，我们六感准哈，刚刚怪怪，眼睛打开，有个人拿一把刀抵着他，然后这样子，就要起来，他就起来了，看着他。好，各位，如果是他怎么办？有加害者有动机，而且行动了，都不冷啊。如果你不穿什么，可能就会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这同学，他说他真的吓傻了，不晓得怎么办，可他知道他刚做什么。
使出浑身之能力讲一句话，就一句话，我是基督徒，如果你现在离开我会原谅你，我是基督徒，如果你现在离开我会原谅你。这话你觉得有用吗？那肯定无用啊，你觉得不有用吧，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很奇怪，那个老詹其实基督徒很好，突然间跟我颠点了，你知道是假的，然后就沉默了大概有一两分钟，一两秒之后就离开了，不夸张，他马上打电话报警，连夜搬走。这真实故事，我会骗你们哦。后来几年后被警察这边做笔录，原来是当年的外双溪之狼，就是奸杀无数的人里面唯一的仅存的幸存者，知道多恐怖？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有点什么哈，我是很难讲，是还是要以我们的生命为优先考量，真的啦哈。所以各位。所以我们今年做青少年朋友，我们希望告诉我们大众，孩子已经遇到问题，那个很难题了，不要讲问题，那个难题了，我们可以帮助他走过这个末日经验，那可以重回轨道上面。而且我还带一道收出来的议题，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孩子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选择，我们可以陪伴他走过的历程，然后告诉他，你第一你可以终止怀孕，如果你要的话，第二你可以选择怎么样，生下来自己养，生下来出养，或者是我先寄养，有这么多选择。我们跟他说，对，他不是世界末日，可是你真的在心里面在做很多很多的选择，而且你的选择都不容易。这个时候，小爸爸会被抓回来吗？小爸爸不是跑，不是闹跑的，他是也吓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协助他们解决那个这个问题，这个难题哈。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的小妈妈哈。他们怀孕到后期，本来要出一两个，因为希望可以，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会跟他开始有感觉的，通常是妈妈反对，不要留养，就出养吧。他说你还年轻，真的很希望你未来可以走得很好。所以很多妈妈是，她所有的孩子就直接抱住，不让他一眼了，也担心他一看了之后，也动不了，会都想要留住他哈。所以我们这个有带到这个末日经验跟受伤的议题。还有各位，我们再来这几年的性别霸凌，其实霸凌严重。那个因为你的阴柔特质或阳刚特质而带来的那个所谓的偏见跟歧视是非常可怕的杀手。然后我们今天还做一个，除了更年期之外，我们做一个很特别的，立新也开始关心所谓跨性别的议题。我们很难想象立新会跟跨性别有关系哈。可是我们开始发现，哎，他们的难题真的还不少。发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女性 为立场，所以我们做的是男跨女的一个这样的历程。当一个所谓的生理男性，他的性别认同是个女性的时候怎么办？他遇到的那些难题，其实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其实这个脚本我非常的心疼，是因为我本来是要给一个我们认识的同仁来演这个脚本，30岁的礼物演《十里三部曲》，就是给他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喜欢的地方。
我而破坏他们的老年生活，所以我选择搬出来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就跟他说：“涵涵，你真的好贴心的小孩哦。”可是你要多注意，因为我单向一个人。好，可是就在他一个人的时候，怎么不光对不光，后来就噎死。想要吃东西，一直暴食，就暴饮暴食，吃到撑到不行。所以我其实非常的心疼他吼，所以我是今年就看到一眼他吼，可是没有关系，他的故事给我们写下来。然后我们今年的演这个脚本的也是一个男跨女的，真的是一个男跨女的一个人，我邀请他来帮我们诠释这个脚本吼。这是我今年其实。自己带有感触的一个故事了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因为我们是来确认性平法，来看大家其实性平法的精神是什么。不管你的性别特质、性倾向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回顾他的受教权，让他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可以很安心、很安全的来求学哈。而且我们很希望通过演出让大家成为重要他人。各位，你们知道什么叫重要他人吗？他就是一个关键时刻影响你一生的人。他可能是你认识的人，可能是你不认识的人，他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可以成为那个重要的那个角色哦。好，那这是我们的，我都有阴道口的装置哦，让农民刚才来跟我们拍照同的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实力大作曲。个案的故事吗？稍微多一点，然后会是这个三部曲的。他的之一对，因为我刚讲他有青少年怀孕，有说出来的议题。然后有性别霸凌，然后有性别歧视，就那个是一篇，然后里面有更年期的女性的故事，同步在进行，它是一个列车的概念在跑，好，然后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点，然后穿插起来的一个交错的故事。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个主视觉？子宫代表女性，因为这个器官有到一些议题了，这个社会可能没有那么友善，可是它的改变有。为什么是一个魔法棒点下去？真的很希望通过这些剧情、这些戏剧的一些宣传，让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可以让我们的环境真的越来越友善，让每个性别的都可以很开心的活在这个社会上。各位，你会很好奇，为什么叫实地？好，我讲完之后我再讲这个。为什么叫实地？各位，你知道吗？你一直的发想实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虽然是有趣的。因为我们就想说，那台湾阴道独白，对不对？啊，那怎么叫台湾叫独白？啊，你知道我们那个被那个影响很深。我想说阴道，还有一个是什么呀？还有一个是直白啊，我们有骂脏话，叫直白。好，独白就是直接嘛，啊，就是叫直白直接。哎，不会当啦，那不行啦，那点好禁言，不可以这样子。那叫什么呢？阴道台独？哎，不行啊，有政治意涵嘛，没赛。台湾基本叫 gender， 有没有 gender 嘛？吼。因为台湾版的第九个 G 盖怎么不行？台湾好 good 底，因为第一点是有雄性议题，是原住民的议题，我希望可以把原住民怎么样捧爆出来。各位，你们知道原住民的阴道叫什么吗？我让在。可是我们演了很久的阴道独白，我问过我们原住民的同工，每一年都叫 good 底 good 底 good 底，我们喊了十年喽。于是我们说台湾好 good 底的礼拜呀，吼、哦。可是你知道吗？突然间我觉得怪怪的，我有点不安。就跟我来确认一下好了，就大家问我们花莲同工说，到我原住民的同工，有哦，啊哪一组的？阿美组的，请问你们的阴道叫不顶吗？说，阴道这些我不知道，我们叫不顶是阴茎。哇，那我看我们给他讲了十年呢。他说，哎，这不是，我来问那个另外的哈，花莲的阿美组这边组的猛鬼，答案就是什么都有，但是不顶的是。所以我就吓坏了，天哪！讲了这么久，怎么都讲错了哈？后来我在反思，知道为什么吗？跟阴道的台也是一样的概念。我们不要讲阴道，更不会给他一个称呼。没有，大家是了不起要三德，一个产道，产道。所以其实原住民也是一样的哦，他们其实也不要讲阴道啦，是阴茎会讲，就是不抵安嘛。好，所以很抱歉，真的讲了很多的错了哈，还来证明嘛。啊，那怎么办？那怎么想呢？啊，我看台湾包美丽的，好吗？什么女潮啊，台湾好基啊，台湾正，你看台湾美丽笑出来了，我们就很沮丧。
使什么？我捡起，我捡起这些被忽略的、受压迫的、受伤的生命故事，我捡起来了。地是什么？我翻转根深蒂固的性别迷思，把它翻转过来。而且地也象征女王，让女性成为主体。所以实地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些受压迫女性的经验，然后我们重新捡这些迷思，让女性成为主体，进而让不同的性别不再受到暴力。现在大家本人很满意这段解释哦，我觉得哦，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很棒的人，叫实地。好，那这是我们这两年的作品哈，真的真的，我们觉得阴道独白是透过演出跟宣导，来唤起我们自然终止性别暴力的决心，也带给这些性者一个友善、没有偏见跟迷失的环境，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哈。我们季姐的名言，我们会持续演出直到暴力终止，还蛮可怕的哦。但是我觉得每年都有满满的收获。好啊，各位，虽然讲这么久，可是我们还是要推票一下。真的真的，实地三部曲今年就在台北的文山剧场有三场，6月17号、18号，学生也都带啊，学生比较没钱，而且也都带票哦，放心。而且还有捐款，就可以报税哦。然后我们新场的下一周6月24、25一样是有三场的公演，曾经邀请你们来参加。然后呢，如果你是公务员，可放心，我们有申请公务员的那个食宿哦，你看电影可以拿到食宿，看是很便宜、很友善，对不对？如果你不来没关系，帮我们宣传，我也开心，好不好？真的，我觉得终止性暴力、创造性别工的时候，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期待你们加入我们，好不好？那我就停在这边，然后我们有大概半小时可以互动一下，好吗？好，谢谢。很感谢你们。一开场玉明说的，这个戏剧是一种手段。那今天在这个小小的现场，我们几个朋友确实，至少我啦，透过影片然后日语，就是很带着很用很开朗的态度讲一些地狱的事情，也是蛮特别的。不知表情很。觉得很有趣，可是其实内心很沉。但是就像其中的个案说的，大家喜欢光亮的事情，大家不喜欢黑暗的事情。但是我想李青青会把一些黑暗的东西搬在舞台灯下，那好像他，因为有时候你在指认犯罪，我相信很多个案他在指认罪犯的时候，因为整个结构的问题，他好像是在变成好像在指出自己的错误。那我想李青青会把戏剧作为一种手段，把当这个东西它在光下面可以被陈述的时候，它就会被引爆了，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故事可以被公开的讲。那透过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观众、演出的人，包括社工，他也因为这样子可以进入个案的生命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也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也是水深火热一阵子，很感谢。那大家，我们现在大概有半小时，其实是大概半小时的 Q&A 时间。我不晓得大家现在金不未定还是怎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是有心得想要分享给我们今天人。这样少少的可以聊天一下。那我们大概问问题的话，大概我收集三个问题，然后来你回答。或者说你只是有一些心得，你刚刚看了三部曲三个不同的主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或者说你对今年的主题跨性别的，就我想立新就走很前面哦，就听做跨性的 NGO， 然后到李金还现在还不跟你们还是还不多，但有没有大家可以举手？你们想法？你？谢谢精彩的那个演讲。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通常个案他们是，如果是 average 来看的话，比较多些事情都比较低的人发生吗？就我的观察里面，其实真的是都有哈，所以不见，就我常常也是比较。是一个叫低的，其实没有。像他们说嘛，他们看起来什么斯文有礼啊，光鲜亮丽，其实没有哦，都有。其实的话，如果是比较高低的，他会不会更觉得不能说？我其实真社会地位很好，我更不能接受。
个社会压力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我们前阵子有在有李欣有在用那个滥诉，有没有？滥诉就是一个也是各种暴力，是因为也是在有钱人家的那个社会地位压力下，是那个受害者要出来求助的困难更多。他一开始可能会为了驾驭而然后隐忍，可是后来当他被打到不行的时候，他很想出来的时候，那个夫家的或是另外一方的那个势力的那个。应该是说这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我们后来那个案子其实是没有的，他就是勇敢的站出来。可是因为夫家比较有对，所以透过滥诉，大家知道什么滥诉吗？我就是什么都告，告你很多条，结果你光是要应付那个上法庭就疲于奔命。他是告那个来投诉的，告那个受暴者，就是施暴者告受暴者很多问题啊。所以你就是不履行同居义务啊，你就是怎样啊，就是他们还可以退告啊。但是你只要告我们法官管，因为受理对不对？受理你就要来出庭啊。他也不愿意离婚。他女生是想要离婚的，对对对对，就是不同的状况都有。及时求助，就是说你遇到任何问题，你就是可以上我们类似一个留言的一个界面，就可以直接有。那确实，我们像我们有网站上的管理者啊，然后我们的不同的界面都会有，然后我们客服信箱，所以他们通过这个管道来的也这几年蛮多的。对，那我们就先了解状况，再转介到我们的，因为我们有十三个分事务所嘛，就每个县市都有我们的一个分点，那就看他在哪个县市就可以就近的服务他。早期我们对那个什么肢体暴力，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言语暴力也大家知道了。可这几年其实有几个议题是我们很容易忘记的，就是经济控制。经济的控制其实是个很严重的经济暴力，对我们的受暴者来讲，对。可以大概讲细一点吗？经济暴力就是控制你的钱嘛。在我们的妇女其实被控制的很严重，是她的先生一天给她的预算，我记得是300块还是几百块。可是他会开菜单，要满汉全席。他说：“我给你钱了，你要负责组织这一堆菜，没有做到就打。”这也是哦。然后同道菜煮了10次，就说你煮的超难吃，就吃了一口翻桌，再煮再翻，再煮再翻。这个妇女后来都觉得说他做饭超难吃的。可他到派出所之后，我们都鼓励他：“你做的真的很好吃哎。”他就重新被建立起那个自信心。这边提到庇护所是他本来在那种状态，有可能他是危机期，会有危机期，是他是合法的，对，有社工，对，因为就被通报了，然后就可以先被安置在庇护所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安置。对，我们有的是委托的，那有的是比如说通常紧急的，因为我们有中短场就不太一样的，那都是紧急的话，通常是有资源进来的，那可能就是20天到一个月不等，让他先免于生命安全之余，然后也让他思考说他未来怎么走。对，那如果说他愿意离回家的，我们会给他一些计划，跟他讨论，如果你再遇到怎么办？好，就是说你不能说，哎，你竟然要离婚哦，我们幸福会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也在摸索困顿中，他在思考的关系怎么继续下去，他其实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议题。他通过那段时间，他可以帮助他去思考，对。那很年轻的带着孩子到庇护所，也是会有啊。像我那时候访那个亲密暴力的时候，那个妈妈，我印象很深，就是高社经地位，念完美国的硕士回到台湾哎。你说一个妈妈，一个这么有能力的女性，为什么可以，就算被困在那个家里，你也是想不通哎。然后你知道她为了要离家，她做了多久的离家准备？因为他现在就监控所有的一切啊，他没有另外一个，对，他就是要
每天可能就偷带两件衣服到楼下寄放在洗衣店里哦。慢慢的累积了一定的量，学好一天，她老公会睡到很晚的时间，然后天一亮，带着孩子两个赶快跑，跑去哪里？就是都要先想好。她说那天她非常紧张，真的是逃跑，就是要逃跑。而且她说你不夸张，是连电话都没办法打，你很难想象哦，在房子对监控下，她说。他先就坐在他对面啊，因为后来他先不给他，就是先也不工作了。先知道他想跑。先不知道，不知道吗？但是他就是要监控，监控他，一天到晚看着他。然后他就，可是这样子不是没有钱，怎么生活？所以他就要自己怎么做网络的生意，要包水饺，然后就在家里面包水饺。他先就在对面看着他，然后就在那切切切切，而且是不帮忙的。然后他连他去送水饺的时候，他先都要监控他哦。他跟我说：“你知道那个我那天逃家的时候，要离家的时候，我多么的害怕吗？拎了两个小孩，小孩不知道，就说赶快把他们拿走。然后好不容易，而且要现在到教会去哦，做完礼拜，假装他们很累了。然后下午中午之后吃完午饭，再到哪个地方去，很奔波的过程。可他们说，当他一到那个拼锁的时候，他说，我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当你连睡眠都被剥夺的时候，强加他，你要跟他说你要告诉他很多的资讯，你可以回家，可是你可能面临什么风险、什么状况，那你到时候你让他怎么准备？他会跟他讨论。那如果你不选择回去，你要离婚，你也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就跟他一步一步讨论，然后看他选择哪个决定。所以其实一步一步陪伴他的。所以很多妇女就是讲很久之后就说：“好了，我决定离开他了。”明天就说：“哎，我要回去了。”也是有的，可是我其实还蛮无奈的。可是他，因为这是强迫不来的，他要必须自己有那个自觉之后，他才可以做出那个决定。像我们都那个什么，青少年怀孕会重复怀孕，你知道吗？啊，你知道之后就觉得说啊，第一次就算了，没有，啊，那个给打过来，那第二次又中奖了。为什么会重复怀孕？你觉得呢？是因为不懂得避孕措施吗？不是哎。是没办法的，你就说怎么没办法？哎呀，我们很容易觉得为什么没办法？对方就不要带了。这种人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我很难理解，对不对？因为他们像这样的女孩子是透过学校老师还是他自己知道？都有对。但是我们的生活很沮丧，就跟他讨论说你为什么不可以离开那段关系？那这些孩子其实很多时候是对。家是很渴望的，对关系，因为他可能从小是被这样没有得到爱的充分的爱，所以他很渴望那个关系，他的关系有那个被爱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他就相对可能要低自信，对自己都没有自信心，所以他不敢去违背对方的意愿，他的想法，他想尽量的遵守，所以那个重复怀孕的比例就会跑出来。啊，我们这种就很沮丧啊，啊，你知道吗？就说啊，不然我教你避孕的方法，他说我不要学。我说为什么不学？这很好哎。他说不可以学。我若学了之后，在现在的关系里面，我跟他说：“哎，要戴保险套吗？”他会怎么想我啊？你懂吗？那个整个社会对女性那个所谓的不检点、淫乱那个东西，是框在他的脑袋瓜里面的。我们孩子哎，很难理解哦。找你吗？可以，真的要找我吗？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孩子做得蛮不错的，我们是在自。
选择。那告诉他，刚讲过了嘛，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终止怀孕，如果要的话，在多少天要做好，而且你再告诉爸爸妈妈哦，知道吗？我有个哥是，怎么敢跟妈妈开口？这难题耶，不敢跟妈妈讲，社工，你跟我爸妈讲好不好？然后我现在就会跟他讨论怎么跟爸爸妈妈讲。你知道吗？我们社工做到这种程度，他陪他去家里跟他爸爸妈妈讲，然后让爸妈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然后跟他讲这不是世界末日，我可以怎么来面对自己，帮助孩子可以走过去。所以我觉得过程都是很重要，那个讨论，因为孩子就是一无所知，他说：“天哪，我怀孕了怎么办？我不能上学啦，那未来怎么办？”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可是你有很多的方向，然后他说：“孩子，就是你就是跌了一跤了，没有关系，我们人都会有出错的状况，没关系，我们站起来。”这么多人来协助你，我们一起走下去。刚好我们会这样做，对。然后你不要以为就青少年会这样子哦。我们叫非预期怀孕，对不对？其实一个非怀孕，不管是成人或是小孩，都会觉得很惊恐的。我们有那种24岁、28岁的女性怀孕也是很惊恐吗？只是说他们可能资源会更多一点点。各位大家，我觉得立新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那么久的历史了，应该对这个性的这个文化应该更深入一点，然后在这个教育的推广上要扎根，从这个小学就要开始来教，小学、国中对这个性文化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医疗上。或者说暴力的冲突上，或种种的一切问题，透过知识的传播，达到沟通的目的，这样才可以稳定下来。如果说做最末端，等发生事情了再来做，那个力量都很小。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文化面来着手，而且从小就要养成这个性别。里面有很多问题，怎么把它提升上来？这一方面都台湾都很欠缺的。有，我觉得各位台北的杨先生，对不对？对。台北的杨先生，我记得你好快哦，你讲的是我们这里在做的业务，我们是教育组，对不对？我要讲的是职业服的部门哦，而且我们这几年做男性的情感教育，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两年那个情杀线很多。而且不是都是男生，有没有？对，为什么？对，因为那个你不要以为在这个文化里面就只有女性被破坏，没有，男性也相对被压迫，他的情感出不来，你要怎么办？当他一直累积的时候，他就那个爆发力，你知道多可怕吗？所以我们之前做情感教育，而且我们很可爱的，我们带一群大四的文大生，八个人，用一年的时间来玩弄哦，前半年开读书会。讲感觉聊感情，各位，你要拿讲感情很难呢、欸。感觉，他们大概从我们要从是非题到选择题，到简答题，到深入题，这样子迈进哦。到后来可以讲故事，为故事命名，然后下半年把这些故事变成教案，带去学校做宣导。各位亲爱的同学，我们今天来讲的这个是一个故事，叫做阿博士的故事，请阿博士出来讲他被阿鲁巴的经验。就讲了，他被霸凌的经验，他可能有性侵害的经验，你知道吗？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也不清楚。我分享一个经验吼，我有个孩子说，我可以分享吗？好，等下留给你哈，放心。我们孩子说，我们那天刚好讲性侵害的议题，讲完之后都走了，八个人都走出去一秒，然后坏管你留下来干什么？你给我不得哈？啊，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啊。宋老师，我大二那一年交了一个女朋友，我们交往了大概两年，感觉还蛮好的。那一天她生日，我很想有进一步的关系，于是我精心安排了一整个活动：中午吃午餐，下午看电影，再去那个海边沙滩边散步，再回去吃烛光晚餐，然后带着她回到我的宿舍。一打开门，吼，我跟你讲。
那个床铺是长满了玫瑰花，把它点的香精油灯哦，好浪漫哦。我们开始的卿卿我我，他也没有拒绝我。我们开始慢慢的你摸我摸，之后我做了一个动作，把他的头压到我的胯下。这时候他揍你了，请问他揍你了，你的反应是什么？他揍你了，女生揍美，他把他的头压到胯下，他揍你了。好，你要怎么诠释这个动作？要不要做？要不要？要不要嘛？那你如果是你的另外一半，他揍没了，你会怎么办？你要不要继续？你可以不要，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怎么诠释那个意愿是有还是没有的？犹豫，对不对？我们那个他可能有犹豫了，可能不太舒服，对不对？我们这孩子很天真，你知道想什么吗？A 变实在太了不起了，这时候怎么样？你看一样哦。A 变太了不起了，现在怎么样？欲期还迎，两个怎么样？欲仙欲死，所以他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做。做完之后就倒头说：“哦，我今晚的表现如果没有80分，没有100分，应该有80分吧？我太崇拜加藤鹰了。”他的口音。结果隔天一起来，女生不见了，留了张 memo 跟他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合适，我们分手吧。你知道吗？这男孩子他不懂为什么，他就打电话也不接，赖也不读，找他不见他。问他的朋友说他怎么了？朋友说不知道啊，他那个很开心去啊，怎么回来就变那个人了，就不见了。这么多年之后，他跟老师说：“老师，请问我当年的行为。”是性侵害吗？你觉得是不是？当然是啊，违反意愿嘛。你知道孩子多难过吗？这个故事带到校园去讲的时候，讲之后有一个学生，就是傅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讲完之后，这个孩子到傅老师就是痛哭流涕。刚好就说：“老师，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孩子不知道。他遇到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出，他以为是个好的方法，因为我们的媒材没有出来呀、啊。那些错误的 A 片迷思就这样教他们啊。所以我很赞同你说的，我们真的要从小扎根，把一个好的性别教育、情感教育，让孩子知道怎么去处理。否则，我们10年的实施了性的性平法，孩子怎么会不知道？都知道。现在问题是什么？观念跟实践有落差。你知道吗？我们开始说，孩子，我们这样要一起试，对不对？要勾大曲啊，有没有？要勾大曲嘛，性别平权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怎么可能性别？怎么可能勾大曲被散啦？啊，那我看不起呢。”然后我就问女孩子说：“女孩子，你哪看不起呢？啊，你知道勾大曲吗？”你说：“老师，我知道啊，可是这样很他很没有面子啊，我怎么办？真的，这是我们的问题，你要帮他想办法。”我就用开玩笑跟他说：“很简单。”他说：“亲爱的，陪他练习。亲爱的，我好想每天都看到你哦。中午你出，晚上我出，明天我出，后天你出，我可以一个礼拜都看到你耶，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幽默的方式，让他去跟他的另外一半可以沟通。否则他知道做，他不会做，不晓得怎么开始，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他来立新，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季节还蛮好的，他就认识了我们季节，然后就让他来我们立新工作。啊，我们毕竟是相对友善的环境，他就可以在那边慢慢的做他自己。他后来就开始穿女装了，因为变装的过就是你跨性别要做熟悉要一个过程，然后可能要经过两个心理师的评估，然后透过那个吃药的过程，打荷尔蒙的过程，然后开始要换装的过程，然后开始动手术，走到最后那一步，他开始穿女装的。啊，我们就是这样跟他互动。那我说我就流体了嘛，啊，流体后来就整个人怎么突然间变得很灰暗，我就问我同事他怎么了，后来我听说，因为他就是我们就不要对号入座，大家就是这是故事吼，就他就分享说他的那个小侄女就跟他说，舅舅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很困惑，那个小孩他很困惑，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觉得男生女生很重要嘛，他不想跟你互动，所以他说他小侄子那一段话，他就把衣服再收起来了。然后后来是因为他发生严重的车祸，因为他本来要做跨性别的手术，可是因为那个严重的车祸之后，医生说，哎，可能手术要延缓，你知道吗？那个原本可以做自己的那个又被无限延长，那个整个是，我觉得是那个东西是让他整个就消沉下去，所以就很心疼整个。那我觉得我们身旁边的人，我其实觉得。我自己后来念性别的结论，我只得到八字真言跟大家分享。就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无奇不有，我们可不可以看见多元？不管你要不要承认，它就是存在耶。我们可不可以看见多元？然后呢，尊重差异，你知道吗？你的一个尊重，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回馈。我觉得身为朋友，你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很够了。我其实在台科大有上一个性别与社会福利的通识课程，你知道吗？那个一坐下来，那个很多孩子的性别认同是就在那个中间的哦。可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生开始这几年下来有改进，那个氛围越来越友善了，他可以开始在校园做自己了，因为同侪是觉得可以支持的。可是不同会他告诉我们说，他怎么跟他爸妈讲，其实是个难题。还是有他的困境在，可是至少在学校里，他觉得他可以稍微透气，做他自己一下。我还有想要分享的提问，管理一起到我一个公司来，他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他叫我，人家可以卖给我，你只有30，你只要看一下。广告时间先剔除哈，因为我你没有广告时间，你只有主题的。因为我在应该五月会出书吧，书名叫做《小阴性交权用几次》。为什么会这个写这样子一本书，而现在是在进行中？我就是要提出这个问题，让他来思考。就是说，现在这个性这一个概念，从我高中的时候看到一本书，名叫做《性从 A B C 到 S Y Z》。那我不晓得在座，包括我们基金会有没有这本书？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在看到一个这个细胞一个面向里面，请问大家知道顶胎风什么意思吗？这是一个最新的性暴力。当成年的女性在享受这一个性的需求到造成所谓对小男生的性暴力的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在座的你们知道吗？所以说，当我们如果说要从一个暴力行为来看待的时候，我是希望就是说，他到底
占了这个性行为里面涉及到性所有权跟性使用权的比例到底有多少，是不是也不知道基金会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如果说我来打断你好，不好意思，因为我在跟大家可以做性享受的时候，为什么要性暴力？等一下，我先区别一下，各位，你知道性暴力跟性别暴力的差异是什么吗？这个很重要，因为会回答的问题。性暴力是因为我的暴力方式是用性，我通过把你的剥夺的身体自主权来展现我的掌控，叫性暴力，对不对？什么性别暴力？我因为你的性别特质而对你施加的暴力的行为，可能有性，可能不是性。而我们目前立新遇到的很多的暴力是什么？是性别暴力哦。只是很特别的是，我们很容易在性别暴力里面用性来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为什么我刚讲说终止性暴力，创造性别公益的社会，是我们服务的要在发现，你看那个性侵害了，那家暴了。是跟性暴力有关，可是背后的性别因素其实更行重要。所以这几年立新在做性别教育是个原因的，我呼应一下下就好。那各位因为时间不多了哈，各位这是我的联络方式，我每次都会秀出来，是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不要发生问题。可是我们一旦问题了，你们都是谁？重要他人，真的伸出援手。担任这个角色，把这个电话跟这个名字记起来哈，找立新的运营，我应该还可以再待十年吧。把你理解资源，我觉得非常重要，好不好？那当然很希望我们的实力三部曲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好不好？谢谢大家。